你们的良心过得去吗？200万，200万美金，我自己的存款全都给你们。对不起，李小姐，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要把你安全送回来，其他的事情和我无关。别管，走走走，别管。如果你们不行动，他们就只有死路一条。 无法给他们未来，但至少可以帮助他们走向未来。